主料，香菇肉馅100克，虾仁1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葱、姜、蒜，料酒、生抽、香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油锅下葱姜蒜爆炒，留一点蒜最后放，等锅中出香味后，放入香菇肉馅爆炒，等肉馅变色后放入虾仁，放入适量料酒去腥，放入适量生抽、适量盐，装盘前放入剩下的蒜和香菜，翻炒下可以关火了。烹饪技巧忘了拍成果照了，呜呜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